我是方子佳，我是莆田的 COO， 那我也是 EMBA， 那是第二代了吧？第一代我父亲在19班，那我今年是32班，应该隔了有10多年。我现在在莆田从事 COO 的工作。其实从那个 EMBA 第19班开始，我就很向往，就是有一天能够进入国立大学。因为其实第十九班就是我父亲他也是就是第十九班毕业的。那其实这几年的工作来看，我们看到非常多，因为我们经常在新加坡，然后看到非常多跟亚洲跟西方国家链接的一个点。那新加坡国立大学是最好就是东方跟西方文化碰撞的交替点，所以就是国立大学这块就是一直非常向往的。那我期待其实自己在这里面，其实在今天的开幕典礼里面看到我自己。可能真的年资历还不够，那非常期待向其他的同学学习。更重要的，其实我对自己有个期待，就是学以致用嘛，对吗？就是回到工作上的时候，我可以就是把我学到的都带回到给团队，跟给我们的公司，然后怎么样去实践。